of our 100-day project in 2023. It's my day 97, but it could be any day for you, so come on in. 各位地宝们，欢迎进教室了哟。我们今天已经来到倒数的三天了，九七、九八、九九、一百四天了哈。九七完成之后只剩三天，倒数第四天，欢迎进教室。哦，我们还是得要确定一下呢，是不是还有一天？有了，我看一下哈，今天是29号嘛，那我们在这个30号、31号，我们还是会有一个直播啦哈。最后还会有个31号的直播呢，是在5月份周三的9:35呢啊。那你今天看的呢是影片8点的首播，欢迎你进来，无论在首播或直播都可以在聊天室里面留言哈。我如果有在聊天室里面呢，首播也会给大家回复，如果是直播当然我一定会回复大家啦，因为是 live 跟大家互动的。那如果你看的是回播不用担心哈， YouTube 的下方也可以留言，你留言给我我也非常的开心哈。所以留言跟聊天室是稍微有点不一样的，欢迎你们进来。我们要执行最后四天，倒数第四天要画什么图呢？ Let's find out。 我们剩下的数字真的很少了，我们剩下的数字有这个个位数的没有了，只剩下13、14跟2223，所以我们只要有筛选到这个尾数的我们就直接使用好吗？ OK， 好的，来，这个有时候筛这个数字本来就是稍微有点困难，剩下的数字不多了，其实是可以指定，但我还是希望我们还是有这个我们有20个号码可以选哦，希望还是可以让我们筛到。还来不及问大家这个下好离手呢，数字已经出来了，17已经有使用过了哈，我们只要尾数相同就可以了哈。5号我们没有尾数，5号再来一个17，两个17太神奇了哈。来来来，给一个这个小一点的数字，18。OK， 再来18，两个18也太神奇了哈、哦！所以它的这样转哦，还没有效哈、哦。4号，来，我们有4号用过，但是我们14号没有，所以我们选14。Thank you so much。来，14号是什么？哎呀，我知道14号是这个，14号是这个好时光，好时光呢？我也觉得有难度，真的，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换气 ，OK 吗？哈，好时光，哎，好，来，我们来画一下好时光。好时光，我们需要有一点点的上上下下哈，所以我来画一下哦，我来画一个九宫格的，中间两格，这边两格。大大小小不太一样，好，然后呢我们在格子的地方都可以加两条线，但是它是分开加的，就是说我在这边如果有两条线，然后这边有两条线吗？好像是分开的对吗？这边会有两条线，所以它是就是中间会分开的，所以这边没有，这边没有啊，这边有一个，所以呢它会空格哈，空一格，那我这边应该有。好，我觉得难度应该是有的，连我自己可能都会迷糊哈，但没关系哦，无论怎么样我们就不放弃哦哈，就是东西来了我们就画，数字来了我们也画，而且它已经让我们等到这么后面，我觉得我们的骰子对我们很好了。因为这个料是在前面，我应该也会大迷路，对吗 ？OK， 来，我们来画一下斜角。只要是11呢，我们都要去做一个斜角。这斜角可以是直线，也可以是弧线，看你自己喜欢。所以我还是按照原来的方式下去画。我画的都直线好了，好吗
OK， 直线大家能够看得比较清楚，所以它就是有这个有没有间隔，间隔画，这样我们才能够画出类似像漏斗的感觉，有没有时间的沙漏的感觉哈？沙漏，哎，沙漏，那我们来唱哭沙好了，好不好？因为跟沙有关系，沙漏，因为这个本来的发想就是沙漏会从这里漏漏漏漏下来，有没有？像不像？然后呢，我还可以给这个沙漏有一个底，来，我来做一个底，做个底，看到吗？这样像不像沙漏？然后其实这一面也是别人的沙漏，所以它是交叠的沙漏，好喜欢哦！自己说，好，自己一定要喜欢的，对 ，Of course, you have to like it whenever, whoever.Wherever you are, or you are, OK? 到这边，我这边是还有一个呢，一样，这里弯出去，这边弯出去，哎，没有呢，我这里有一个弯过来了，所以这边不用了，这样对吗？有一点迷糊嘞，哦，这边 OK， 好，好，这样对了，好，那我们也可以在里面还有一些图案。好，加一些图案，例如说我这边通常会再加一条线，那我就还是有这个线，好不好？好，很好 ，very good。加这个线，加这个线，加这个线。不知道你们在镜头上看不看得到我疯狂的线条 ？OK，OK，、okay? okay, 好。至少中间这两排没问题了，旁边要不要画那是另外一件事情。好，那一样哈，我在这中间，如果我想要再加一些图案或加一些尖尖的东西也是可以的。好，例如说我想要在这里做一个尖尖的，要不要做一个尖尖，或在这里做一个尖尖也可以，看你喜欢什么。我在两端，其实我这中间想要加个什么，但是我怕真的太复杂了。好。那先这样好了，还是画一朵花，还是画一个这个，还是画一个牙齿，这像不像嘴巴？然后有牙齿。好，上面这边再画一个三角形好了，让它有一个简单的造型。OK， 简单的造型。好，那我们就定案咯。我画完了这些之后呢，我就不去管我刚刚画了什么。我就只要管我要的这个，我要去画这个光环线内跟外的感觉，就不能再怀疑它了。你们这黄色在上面会不会看不太清楚？我刚应该用另外一个颜色哈，橘色。那没关系，我就是按照这个线条一个一个画，我就只画光环线的内光环 ，OK 吗？好，那我开动咯。你是我最苦涩的等待，让我欢喜又害怕未来。你最爱说我是一颗尘埃，偶尔会恶作剧的飘进我眼里。哦，是他啦，他是一颗，我唱错了。宁愿我哭泣，不让我爱你，你就真的像尘埃消失在风里。我是不是唱太高了？感觉好像是哈。风吹来滴沙，落在悲伤的眼里，谁都看出我在等你。你们在镜头上应该看得到了哈。风吹来滴沙，风吹来滴沙，明明在哭泣。难道早就预言了分离？
为什么感觉感情的歌都这么苦哈、哦？就是不能这个善终的感觉啊，不能好好的在一起。来，我先画中间的这一个好不好？中间这两个，这样你们就比较有概念。两侧的有可能大家画了之后还会跟隔壁的去做连结，不连结我觉得是 OK 的哈。但是有可能你们想要跟，像我就是会跟我的隔壁纸张做一些连结，所以我的上下呢我就画到这 OK。 然后我的第一个出来了， Very nice， 很像外太空的这个剑，对不对？然后又有穿透感，很好看呢哈。来，我继续哦，这边的三角形呢我一样把它标示出来，我只做内光环，不用去怀疑刚刚画的线条，只要相信就好了，跟着那个线条下去走，轻轻的跟着它前进，相信它当下的规划，我只做内部的光环线，不做任何的猜忌与质疑。 Trust yourself and trust your line。 你是我最痛苦的抉择，为何你从不放弃漂泊，还对你总是那么难分难舍，你总是带回满头满口袋的沙给我，难得来看我却又离开我，让那手中的沙像泪水流。有点忘记歌词了呢。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夜里，谁都看出我在等你。风吹来的沙堆积在心里。我现在在考量我要不要画旁边两个，好像要画，对不对？因为它也是我的光环线啊，所以我把它画起来。好，那我就画了，我就画到旁边去。是谁也擦不去的痕迹，风吹来的沙穿过所有的记忆，谁都知道我在等你。风吹来的沙明明在哭泣，难道早就预言了分离？这首歌曾经也是非常非常的红哦，即便现在唱起来呢，也是有黄莺莺特殊的感觉哦。每一个歌手都有他自己歌手的这个特色哦，因为他能够有特色才能成为歌手。我们在画画呢也会有自己的特色，所以呢才能够成为我们自己的样子。我发现我的边线都画出来了，因为我的边线就是隔壁的线，大家看出来了吗？哦，很好看耶，好梦幻哦，感觉像外星球的那个飞行物，然后又隐藏在空气中，超漂亮的。 I like it so much。 来，我来这个把它的名字先写起来， OK。I'm gonna write the name on. It's called Good Time.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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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. You don't even have to try. It's always a good time. 来，好时光。
这个好时光呢，主要是因为它长得像沙漏，然后我们已经来到97天了。今天完成之后，我们只剩下三天的时间，我们就完成我们的100天了。地宝们，你们超棒的，因为我们已经来到529了。今天是 Monday， 我们还有一天的 Tuesday， 我们接下来那一天就要进行直播了。请地宝们以一个手臂的距离来看一下自己的作品，并且深情的观赏一下，说哇，怎么画的这么好看。 Today this day， 姐姐表妹安江卡表了 It's a possible 好靓啊，真正也不呢，我告诉你 I like it so much 啊，真的很好看。来，地宝们，如果你的这个作品完成，当然你还可以上色，还可以加其他的元素在里面。如果你完成了，记得要签名。签完名之后呢，欢迎你到缠绕抒发补给站去做一个分享。在这个社团里面，我们目前有35000多人咯。这个社团呢，主要是开给地宝们来做一个分享聊天的原地，互相鼓励的一个地方。但它不限于蒂娜的图腾，它可以是所有的缠绕图腾，只要是不具象的都欢迎你们来这边去做一个分享。分享的时候呢，请记得在你的文案里面多加一个小老鼠，然后写蒂娜，它会有一个连结，在这个连结里面点选呢，蒂娜就会透过脸书的系统呢通知我，我就会快速的知道，赶快找时间去帮你们做按这个审核呢。在这边感谢地宝们呢，一直以来我们已经走到97天了，非常非常棒了，高着七康呢，真的是超厉害的哈。我们接下来就要进行最后最后的倒数了，如果地宝们 OK， 欢迎你们都来参加。如果你的进度跟我不一样，不用担心，依照自己的步伐继续前进就可以了。那请你们的作品只要有完成，不要去担心它是不是符合世俗的美感，因为那是你当下最好的一个状态，一个心情，一个当下分享给大家， OK 吗？ Thank you so much for being here. I'm gonna see you tomorrow again. 我们要明天见咯，明天线上见， OK? Love you guys all. Bye bye. Ciao ciao. Adios. See you tomorrow. Love ya.